早晨呢，我们带着我亲爱的家人走出小区，走到街道，看到活力满满的街道，我感觉我熟悉的上海又回来了。感谢所有为疫情防控的朋友，因为你们的努力，我们终于扛过了最难熬的日子。刚解封就出门溜达，6月1日上海刚解封，在家跳了一个多月健身操的刘畊宏就迫不及待带着老婆孩子出门了。长时间的居家隔离可能是被憋疯了，刘畊宏和老婆出门后就显得十分欣喜，眼睛都笑弯了，仿佛两个小孩子，眼神中的喜悦也怎么都掩饰不住。两人还感谢了这些天以来奋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，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，才有了大家的平安健康。随后他们表示接下来要去野餐露营旅游，感觉接下来刘畊宏的直播节目会更精彩了，好期待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带着大家走出户外野餐露营旅游，也希望大家无论工作在忙，也要抽点时间出来跳跳操、跑跑步，保持运动，一定要保持身心灵的健康哦。